有。你记得50下哈，你别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半点就下。开了。哦，我想打个字。Hello， 晚上好，你打字。好。晚上好呀，晚上好啊。对呀，回来了，我早就回来了，我现在已经洗澡了。你有毒吧？因为刚你因为他。听得到哦，巨明显。谢谢水星的魔女送的奶茶，小综艺的衣服好看，谢谢。晚上好，晚上好。就是说，感觉这次大家给我拍的很好看，嘿嘿。原来是去吃鲁校长了。对呀，对呀，味道咋样？嗯，就是说，我觉得广州的鲁校长不好吃。我知道为什么他在广州不火了，刚换了个新气泡。谢谢从来套路的人心送的荧光海，真的不好吃，怪不得他不排队。我们还点的中啦，一点味道都没有。之前在重庆我们都是吃微辣的，然后结果刚刚还点的中辣，也没有什么味道。重庆的鲁校长是真的很好吃，谢谢谁能告诉孙雨琦和杨洋兄也想他们。然后但是我本来我不是有人给我推荐那个什么，谢谢从来套路的人心送的巧克力给我推荐的那个什么怂重庆火锅嘛，然后我本来准备去试一试的，但是我一点开他排了500多桌。我们当时都震惊了，一家火锅店前面能排500多桌的店，多桌的人，也是有一点点吓人了，好夸张呀！拿个口袋来，这没口袋了。好，对呀，好家伙，真的真的就是说，有一点太夸张了。太夸张了，不是我夸张，是他真的拍了500多桌。然后鲁校长一桌都不用排。我原来在重庆，我跟蓝洋洋，我们原来就是在重庆吃那个什么鲁校长的时候，不管是哪个地方的店都要排很久，排很久很久。感觉像是盗版。我们说是像是盗版的鲁校长。过去做黄牛串饭，怪不得你来广州，因为可能广州人吃不了辣。这可能是战校长，笑死。就是说明天不能直播了，谢谢从来套路的人心送的荧光棒。所以说咱们今天跟你们聊一聊，不然明天也见不了。哇，没有电了。还有 ID， 我们刚刚随便去超话里面选的。谢谢小豆里的被子送的奶茶，刚刚不知道放什么照片，去超话选了几张这两天觉得好看的仿图。广州的重庆火锅都一般。那个什么，
他们不是说那个什么怂重庆好吃吗？只是排的人有点多，下次去看看。谢谢，最喜欢你了，送的巧克力。对呀，11:50就要关了，所以说咱们还是上来跟你们聊聊天吧。大老板，我想喝 QQ 星。好，谢谢草间弥口送的荧光海，是一点都不辣吗？有一点点，但是就是可能我们觉得不是很辣吧，就是只有一点点辣。牛杂不还行 ，QQ 星，因为它有很多 QQ 星呀，因为没有李子源，现在只有周围只有 QQ 星。传下去，因为这里只有 QQ 星能喝，这个它好可爱啊，这个 QQ 星，这是酸奶，没有甜牛奶喝了，现在只有这个酸奶可以喝。刚刚吃了那个火锅，肚子不是很舒服。就是说今天真的好冷呀，我要被冷死了。你们出门都多穿一点，对，喝完了。你们出门都多穿一点，你们不知道我刚刚我们等车的时候，因为刚刚吃完那个冰，然后我们等车的时候，我在路边那个车一直不来，我都要冷死了。回来马上洗了个热水澡，只有我会穿这么少，因为不知道，实在是不知道广州这个天气该穿什么衣服。穿一件吧，感觉太薄了；穿两件，感觉太薄了。穿羽绒服，这个天气不至于吧？这个天气。宝气的宝，这个天气不至于穿羽绒服吧？我之前买的，就是说我前两天买的厚衣服，我感觉对于这两天的天气来说都不够。穿多了点外套可以脱，就是穿两件的话就看着不好看。羽绒服配短袖，你让我不问就跑出去的。因为今天在宿舍里面不冷呀，谁知道出门那么冷。再过两个月，还要过两个月。周周不是说广州的冬天过得很快吗？那我就冻着吧，或者卫衣里头加什么？谢谢畅畅送的蹦迪，加件半袖就好了。就是说，卫衣里面再塞一件衣服的话，就会看着不好看。对呀，今天没有化妆。今天跟懒羊羊出去美容去了，出去积极的治疗我的痘痘去了。那还是好看重要，对，那也是好看重要。今天风很大，对呀，今天外面风好大呀。治好了吗？那哪能这么快呢？裹个保鲜膜。怎么不素颜直播了？因为长痘痘了，不想素颜直播了。等我这痘痘好了来，我再素颜直播。谢谢 KINDER 送的巧克力，今晚还练舞吗？等一下下了之后，就在宿舍里面顺一下动作吧。把动作扒了，就在宿舍里面。
奶制品喝多了容易长痘，真的吗？又没反图，多穿点。我今天是因为出门的时候，就是说，对外面的天气没有一个很好的认知。今晚看球，今晚不看球了，今晚我看我又不能播，11:50就关啦。这个，我今晚早点睡吧。那个医生叫我早点休息。正好今天这个风给我吹的有点晕乎乎的，这个风吹的。另外有巴西，不看，纯牛奶，我不喝纯牛奶呀，是吧？我真的会早睡的今天，因为我现在已经就是说有一点晕乎乎的了。泡个脚，这是点的什么歌呀？听一下。你就是说你点的歌我都不会唱耶。医生一看这个都是世界杯的。有可能。那是昨晚，今天不会了。谢谢学习列车送的奶茶，我不用唱。好吧，那我给你放一下吧。我听一下吧。还没有歌词呢。边陪大壮边看世界杯。我今天真的不看。人家医生都说了，还让我早点休息。这是上次的了。哦。他这个还能堆积啊。他这个还能累积啊，我上次的这次怎么还有啊？我今天真的3点前睡，我今天2点钟前睡都有可能嘞。哦，一个月龄都可以啊。异地滚你1年后要唱3遍？哦，不是，最近1个月。哦，我真的会早点睡的，就是说医生的话不能不听呀。看球去吧。那我啥时候能说？2点前一定能说。我这口音是哪里的？我没有口音啊，我开电台的时候说话没有口音呀。我开电台的时候说话也有口音吗？没有吧。有，是二甲，对，是普通话二甲的口音。哼，对，这是甲子音，你不懂。你标准，是哪里人？是重庆的。重庆人有一股火锅味，有口音的人听不出来自己的口音，但是我普通话二甲呀，我普通话真的二甲，我的普通话可是国家评的二甲，二级甲等。你也二甲，二甲，什么呀？哼，说完了。明天不能直播了，嘿嘿，今天就播到带王冠口袋吧。你也是，我不信。你那个要是二甲的话，那我这个真的也太水了。下次报幕，有没有可能第一场公演首演就是我报的幕呀？大家可以去看回放。谢谢幺哥包子送的玫瑰花。请自行补档好吗？就是首演就是我，晚上好，首演就是我报的幕，可标准。谢谢小歪送的奶茶。对呀，按章微信去报的。对呀，6号首演那一场。
嗯，是的，就是当时姐姐说你们中间谁普通话最好呀，然后他们就说王雨辰王雨辰，我说嗯不不不不不，没有没有，不敢当。然后他们说你别谦虚了，就是你去吧。然后姐姐就叫我去报幕去了。这个听起来，这不是，这给你们情景再现一下，就当时在后台就是这个样子的。对呀，因为我普通话最好，所以第一个报幕。这个谦让的桥段不太信，真的是这个样子的。我说不了不了，说家人们真的不要这个样子，我是一个很谦虚的人，喜欢讲话的语速，我讲普通话有一点慢，我讲普通话的话会有一点慢，川渝普通话感觉都挺好的。对呀对呀，信就得信 B 组的站位，对， B 组的站位按照普通话等级排的。那讲重庆话呢，讲重庆话的时候语速会快一点点吧，讲重庆话的时候语速会快一丢丢。谢谢畅畅送的奶茶。讲 rap 的时候嘴皮子可溜了。讲讲什么我想一想。哦，就谢个礼物吧。谢谢畅畅送的巧克力。然后就是谢谢大力送的荧光海。你继续哦，你继续看看你继续的战绩，怎么还这样呢？谢谢齐小宋的蹦迪，怎么还这样呢？咋的，璧山口音？有没有可能这不是璧山的口音？哎呀，我真的有一点就是说来广州太久了，有一点点不太会说重庆话了，又一点点不太会讲了。哈哈哈，笑什么？实话说，很少见到语速这么慢的重庆话。我讲重庆话的语速拉得满了嘛？我们重庆人说话就是这种语速。看你和我妈打电话还重庆话蛮熟练，你什么时候听过我跟我妈打电话？广播成员都用川渝方言交流，他们在后台都用粤语交流，我听都听不懂。我是重庆哪里的？我是重庆长寿区的，不是主城区的。重庆人讲话都很急促，没有吧？没有吧？谢谢原味蛙送的奶茶。重庆人没有牙尖这个属性吗？牙尖是四川人。牙尖说的是大老板，四川。对，斯大夫姐姐就说粤语。那次我做的发型，斯大夫姐姐在那阿巴阿巴阿巴就说什么，我说姐姐我听不懂，然后我说姐姐我听不懂啊，她说，然后她就说就是要你听不懂。这个语速像广东人。长寿，对呀，快到涪陵了。川渝两家人，对，本来就是，大老板是四川的，大老板说话才牙尖，才知道宝气夸人。好塑料的粤语，哪里塑料了，得称赞你，真的听不懂。就像上次他们在后台讲粤语，真来回讲了好大一段，我就只听懂了一个麦当劳。爱家姐姐和你讲方言，我还没有加上真爱家前辈的微信呢。谢谢浪王送人奶茶。只听得懂吃的，因为他麦当劳就是很标准呐，听着就像普通话一样，麦当劳说的。怎么不看球了？
因为等一下就要下播了，然后我今天出去吹了风，吹的人有点晕。B 组是不是平时方言都不通的？但是确实，虽然说，但是 B 组虽然川渝人很多，但是我们在一起也讲普通话的，我们也不说那个，所以说我现在有一点不太会讲，因为我没敢，下次努力去加，说话懒洋洋能听懂，他为什么听不懂呀？本地人麦当劳叫 MG，但是他们当时就是说的麦当劳，搞个帽子戴戴，头大了不喜欢戴帽子，吹的人都冻麻了。川普也是普通话，是呀，川普也是普通话呀。明天到是不是答应吗？因为圆圆前辈他的微信设置了加密，得让那个什么，得让他加才能加，哈哈哈，好一个头，哼，这个就是说头大怎么了？头大聪明怎么了？头大的人就是说他要比你们这些头小的聪明一点。真的是，哼，怎么还看不起我们头大的呢？看不准，对，头大镜头占得多，加个钉钉好有分。我和聪明怎么本来就他们说过呀，就是头越大的人就越聪明。你们小的时候难道没有人这么说过吗？谢谢 HORN 送的奶茶，俗称大聪明就是头大。感觉我打破了这个规律，哪有啊？叫秃顶的聪明，你才秃顶。过分，真的有，就是说有点过分。我头发那么多，哪有绝顶呀？哪有在绝顶呀？怎么双人曲？你是站右边多一点，还是左边多一点？我不知道呀，怎么了？哦，没有，我问一下。哦，你看一下嘛，我不清楚，这，你看一下呗，我看一下你把吗？声音关了看。好，这里有麻薯，要不要？什么麻薯我啊？都见到有麻薯吗？你也要尝一啊，哎呀，麻薯味的，啊呸，麻薯味我的。要抹茶味的。说什么？刚刚口误。为什么头发多就不聪明？这是个什么道理呀？这个抹茶味怎么一点抹茶味都没有啊？不知道。什么呀？我明天没有公演呀，你点生猪有什么用啊？聪明绝顶，哪有绝顶？那还是马大头的头大一点。
我宁愿就是说熬夜掉一点头发，它别长痘痘了。我不知道我这个痘痘是不是因为熬夜耶？我之前以为是因为那个什么，然后今天医生说跟熬夜也有一点关系，那我就早睡吧。那怎么不视频直播？因为今天没有化妆，还长痘痘了。吃东西的声音真的有毒，怎么有毒了？因为你很饿吗？我真的会早睡，我今天。作息饮食都有的。我的饮食很好呀，在吃什么？在吃麻薯。不是才吃过火锅吗？我这个是饭后甜点。麻薯味的麻薯，这是抹茶味的。长痘痘吃那么辣，我就说了，我说它不辣，它一点都不辣，它真的一点都不辣。它颜色看起来正不正？它颜色看着也不辣。吃甜的才容易长痘，对，是的，是这个样子的。真的不辣，就是说你们的辣和我们的辣不是一个辣。一天睡10个小时以上，痘痘就会很少长了。那我明天争取睡满10个小时吧。我现在每天都只睡满了8个小时。辣和辣不是一个辣，什么鬼呀？火锅不辣不好吃的，对，火锅不辣不好吃。8个小时行呢？就是他们说是，反正我只知道说，要是睡不满8个小时的话，人会变笨的，这是真的。高中食堂炒辣椒，主要是要睡够。对啊，玩好，本来就笨，什么呀我。广州清水煮火锅都有，多吃点猪脑花。吃因为吃什么补什么吗？好多年没有睡够8个小时了，为什么呀？单纯因为好吃，锡纸，对，就是烧烤的猪脑花好吃。怎么哭了？因为懂得寂寞了。吃猪脑不就变笨了吗？吃脑花就补脑花呀。想到很多时候都有时间早睡，对呀。九寸烤脑花哦，九寸烤脑花也好吃。吞六个核桃，想吃重庆的烤脑花了，我也想吃。是脑花是什么感觉？听说像豆腐，不，它比豆腐好吃，比豆腐好吃多了。你的时候想你了，
比对比比豆腐更糯一点。口音犯 KPI， 这是什么 KPI 呀、啊？脑花，对，脑花要放，要吃泡椒味的才好吃，要烧烤里面泡椒味的才好吃。猪脑并不觉得比豆腐好吃，真的比豆腐好吃呀。核桃都被门夹过，谢谢 VRYKOL 送的奶茶，是的。能否看见港口？怎么唱情歌？我们唱的泡椒猪脑，对呀，烧烤里面的泡椒猪脑呀，就是我吃过呀，我说的就是烧烤的脑花呀。笑着唱完，也许就好了。就是说今天这个风吹的，我觉得给我把作息调过来了，我今天等一下下播了我就能准备睡了，感觉下播了我就能睡一点，倒头就睡。没有感冒呀，我又没头痛，又没流鼻涕的，只是有一点困。今天不念了，今天等一下就把昨天扒的顺一下，明天睡醒了去念。明天睡醒了去练习室泡一天。大老板。我们明天睡醒了就去吧。好。然后你就等，就等着录音。嗯。这是什么？谢谢三生石送的气球小熊，对呀，播完倒头就睡呀，播完就玩会儿手机就睡呀。这几天录的音，前两个的录音，我之前上周就已经录了，上次就已经录了。会玩手机？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不会的。我只有上班才穿裙子，冬天。我不上班，我不穿裙子的。双人舞台4年了，对。玩会儿手机就2-3点了。不至于，今天不会，今天绝对不会。不定，这也是一种麻痹，直到我看到了你。不上班，我说不上班不穿裙子，不是说不上班不穿什么耳朵。我不会到3点的，我今天。男生不冷呀，我是那种就是上半身暖和了之后我就不冷的。今天会早点睡呀。谢谢从来套路的人心送的奶茶，才2点睡，不会，2点之前应该就能睡。今天在的生命不冷，腿
腿不露腿，就是说上半身穿暖和了的话，他就不会觉得冷。你们不懂，女孩子是这个样子的，女孩子是这个样子的，只要上半身穿暖和了就不冷的。在心上里睡了又醒，飘忽不定，这也是一种麻痹。我看到了你莽莽撞撞靠近一个世界，你却无法下心里。我不是最不怕冷的，我今天就都被冷死了。不懂，你也没穿过裙子。男孩子也可以穿，穿呀，我没有不让你穿，你穿呀。停在这里，视线里都是你，全部是你微笑的表情。你不是真正的快乐。好困，家人们，还有二十几分钟就要被强制下播了，还有二十几分钟。这个叫啥？叫你是我的风景。视线里都是你，全部是你微笑的表情。他们说我碎天生，那是他们说的，跟我没有关系，那是他们说的。对呀，房间语音可能还可以。预计什么时候能回视频翻牌？预计下次画出，不也不是。都可以了，明后两天都可以回，大不了输赢的话就去找个特效带带嘛。不会的，怎么你们怎么天天都说五十上线关啊？那咱们还是自觉下吧，我45的时候下，自觉一点。48，对，现在好像没有那个课了。回呀，回翻牌呀，回翻牌呀，要回。好员工，日常没有课，这周没有课，不知道之后有没有，不知道之后有没有课。我确实在酝酿摄影，我现在我就是说我眼睛都有一点闭着的，在跟你们聊天。自立自己的脸，当越靠近越看不完全本意。等着打呼声，谢谢你，真是一个小可爱啊，送的荧光海。会，不会的，我不会说梦话的，我不讲梦话。你只能转身后说抱歉。这个要问我舍友，我舍友才说梦话嘞，我不说梦话。原来我们大学舍友有一个人讲梦话，可吓人了，他天天晚上都讲梦话。有期待没扒完，还没有扒完，明天去扒。不是现在，是原来大学。
是今生也在梦天再一次遇见。梦话还好，至少不是梦游。那确实没有碰，没有，好像没有遇到过梦游的人。大学是六人宿舍。唱的什么歌？爱的回归线。梦里吗？不是，他是那个呀，他是他梦里面，他像在有人在追杀他一样，真的很吓人。他天天晚上都在梦里面被人追杀，然后在床上打滚，然后在那里尖叫，可吓人了。明天不能直播呀，明天没有直播权限呀，明天要静默一天。对，所以说我说很吓人啊，但是他说他没做梦，但是就是他的梦话就感觉像在做噩梦一样。那个答谢他是什么答谢呀、啊？什么答谢？哦哦，那个不知道耶，不知道耶。录给他看了的，录给他听了的。那个东西不知道耶。等会归线，有期待终会有相见。可怕，真的很可怕。就不会飞越，哦，好困呀，睡觉睡觉，好困啊，睡吧，快点就睡。这个直播一播一下我就睡，啊，谁还在质疑我不会早睡的？踮起脚尖，那是什么歌？哦，爱的华尔兹。不会手机砸脸，我没有这么玩的。发晚安才是准备睡了，是的。我又没有这么玩手机。能点好汉歌不能？这不是一起来看流星雨的 OST 吗？让我的手轻轻搭在你的肩。可以点什么歌？可以点一个，就是说点一个。你不是真正的快乐。一天不抱我的机，一圈一圈更确定。谢谢超级可爱王雨辰送的荧光海。哦，我以为你说的这首。没有谁能比你更合我的拍，没有谁能代替你给我依赖。很真诚，发晚安就是真的睡了，因为我发晚安的时间也不早了呀。就是说冬天真的会让人很想睡觉，天冷了之后人就会非常的疲惫，非常的想睡，冬眠。对，一点都不想动。现在天冷的，我连出这个寝室门，我连从宿舍走到公司去都需要很大的勇气。一打开这个门就感觉要冷死了。
只想躺平。对呀，我连从被窝起来都需要勇气。对，我现在八五都不想去公司吧，我就想在宿舍里面扒完了，然后去练习室走个站位，因为真的好冷呀。而且这个冷是那种冷，就是穿的再多都扛不住的那种冷。魔法攻击，对，你们真的不知道，刚刚我们从火锅店走出来的那一刻，在火锅店门外等车的那短短的可能六七分钟，我仿佛过了一个世纪，我感觉我像在南极被冻了一个世纪一样，人都要冻麻了。下周升温了，不是吧？不是吧？我才买厚衣服啊，下周升温啦？说什么？不是吧？周三就升温？我服了呀！下周三就升温，还是这周三就升温？我在重庆穿的可多了。我说了呀，我说就是感觉广州这个天气我都不知道穿什么，因为它这个天气太变化太大了，天气预报这周还会降回去的。看看天气预报，放心，大把机会穿。今年过年预计广州要下雪，真的吗？广州，你确定？对呀，早上跟晚上是两个，晚上好冷，真的好冷。早上38，不至于吧？最低1度，重庆都没有到过1度嘞，之前冬天，广州才1度。重庆广州下你现在好吗？爱忘了，泪不想落下，那些幸福啊。白云山就是那个可以去拜佛的那个山吗？市区看不到了，长沙前几天就0下2度了，可惜没有下雪。市区你看不到，我还说真的要下雪，咱们就能拍写真啦。我还没有拍过下雪的写真呢。白云山没有佛啊？那之前是谁跟我说？我说我想去拜拜，他说广州那个什么什么山。我忘记叫什么了，莲花山，哦，莲花山那个是。隐隐的痛在哪？想你的脸颊，你的发，我不害怕。莲花山是观音，不一样吗？镀金观音，就是跟我说，他们跟我说很灵来着，咱们想浅浅的去拜一拜，也算是佛的一种。等我这段时间忙完了，我要去拜一拜。我也不是信佛，我只是一个单纯的很迷信的人。观音是男的，打脸了吧？打脸了吧？我也不知道，其实。
对，环环环环学院这个头像就很灵。哎呀，手机掉了。沿海地区白鸽有点多了。王大壮你好可爱呀，谢谢谢谢。今天背景有好多图念，因为就是说感觉前天哎还是昨天的反图拍得很好看，觉得大家拍的这些图很好看，嘿嘿。啥时候换？等他到了我就换。拜妈祖，妈祖是什么？还是表情好？是你们 P 的好？这个发型是姐姐当时给我改着，我本来没说做这个的，买好啦。对，是的，是的，是镜头感太好了，是因为人家握手的时候跟我说了，说我不看镜头，我说，他们喊我不理人，我说因为我听不到，我没有听到。然后好像他们现在喊我就喊得挺大声了，我就听到了，好高了。是的耳背偶像，对，我当时跟人家就是说那个线下拆盘的时候全程就是说啊你说什么，真的听不到。买的啥？买的14 Pro， 这周不带，下周再带。这周的奖励舞台有点太多了，对的。自行携带扩音器，因为那个挡光板，对，那个隔板太厚了，喊了好几次都没理你，因为我真的没有听到。富婆，那就是浅浅包养一下你们吗？不是。14P 1TB， 1TB 是什么？买的256G 的，我本来当时还在纠结，我问丹丹，我说我买究竟是买128G 的还是买256G 的，他说128G 的不够用，我没有买 1TB 的，我都没有看到有 1TB 的，而且 1TB 到底是多少，存不了多少张。我觉得256够了呀，我之前用128的都够用呢。拍照，这个照片我会删呀。这么多个 G， 那倒是不需要了。我图也不是很多吧。他到底是要做什么工作的人需要 1TB 手机呀？不是暗叶子，我不喜欢那个暗叶子。就是说是什么工作的人需要 1TB， 拍 vlog 就不够了。我会删东西的呀。微信聊天记录，但是我原来也不删微信聊天记录。应该够用吧，不够用到时候再说吧。我也懒得清空间，我只是会定期就是说删一些不想要的东西，可能一年删一次吧。再买新的富婆。不够用再买个新的。你们才是富婆，你们都是富婆。
哦，四十一了，家人们，四十一了，他要让我去睡觉了。嗯，成天天的朝地喝西北风。的脸庞在地铁退让，这是什么歌？叫《一样的月光》。聆听的他不再交换悲伤，不是紫色，我没说过我喜欢紫色吧，我喜欢蓝色，但是它没有蓝色。有人点了《富婆之歌》，什么歌？什么鬼呀？不放，不放。今生指引我孤单的方向。远风蓝，没有啊，没有看到啊，笑死。反正会带壳。嗯，就是说白色的带手机壳会好看一点。哦，那是13拍照不好看。我之前去搜，我去小红书上面搜了的，他们都说13拍照不好看。他们说不好看，我就放弃了。本来我在想13的。哪里有差不多，就是说你们这些平时不自拍的人，你们不懂，你们不懂。咱们选手机就是说拍照好看是第一位。美哪有差不多，就之前是哪个手机来着，是我忘了，反正是有一款当时拍出来人都拍变形了。XR 和 XS Max 好看， XR 也不是很好看， XR 像素很低。美颜相机拍照，美颜相机会把人拍得很奇怪的。日本进球了，日本踢谁呀？今天一般用醒图。克罗地亚，咦，日本有点东西，日本有点东西。就是说最近我们寝室大家都不看球，大家都借球，大家互相监督借球了。亚洲之光谁都不问。哦，要下播。周周没看，人家周周在学代译呢，周周这周报了代译。他报了三角函数的代译。对，最近就是说都事情都有点多，昨天两场是稳的。对呀，周周最近也没看，因为周周没有看，所以我就没有看。下次不知道的，他在跳结伴，对，他在跳结伴。好卷，卷死了，就是说大家都卷死了，一个比一个卷，都是卷王。谢谢呆头龙送的夜蝶，谢谢。这样吧，把这首歌唱了，觉得这首歌很适合用来下播。怎么不能开个原唱？我也挺卷的，因为大葡萄牙还没踢。对，因为还没有到葡萄牙，有葡萄牙的时候周周就会看。但一有机会就上。对呀，我下周就再上一次机的，然后下下周再上分碎的。等等你的眼让你喜欢这世界。宝贝，呵呵 ，C 罗粉丝 ，C 罗粉丝怎么啦？哎呀呀呀呀呀，我的
要劳逸结合。我今天不就休息了吗？本来我跟丹丹准备直接回来的，就是说回来我再去扒一扒那个什么，扒一扒奖励舞台。但是突然一下子就很想吃火锅，但当时正好咱们今天去了天河区嘛，就说那就去吃一下火锅吧。这么冷的天不来一顿火锅怎么能行呢？然后我们就去吃了火锅。的宝贝，但是真的家人们，广州的卤蟹枣不好吃，没有重庆的好吃。等我去试一下你们说的那个什么怂重庆。还有三分钟，也不是，主要是不辣，主要是怂火锅在重庆真的不出名的。等我下次去试一试嘞。对，等我测评，家人们，等我去测评一波。总火锅很辣，那我去试试。等我测评，好的。我的宝贝，让你知道你最美。这首歌放完就下。要你知道你最美。捞王海底捞吗？海底捞确实好吃呀。好啦好啦，家人们，拜拜，后天再见啦。芳蓉记，下次去试试。拜拜拜拜拜拜，后天见哦。晚安晚安，早点休息。晚安，视频翻牌，视频翻牌，看明天或者后天吧。视频翻牌就是咱们随缘，文字翻牌和语音翻牌会翻的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